果说你是夏夜的萤火，孩子们为你唱歌，那么我是想要画你的手。我也不能停下来，我继续在往前走，为的是我的歌迷朋友们。你们没有看错人，这个人生当中有人加入，有人退出，但是你曾经加入，我也很感谢。可能只剩下一位或两位，但是我还是得唱下去啊，这是我的初衷嘛。我希望不要只是你的青春而已，我希望我是你的一辈子，因为我希望一辈子都要听我的歌曲。Thank you.